彰化县政府发起全县各国中小学修旧到底来募书活动，募书期间自即日起至3月31日止，表现绩优的学校还可以获得3到5万元不等的图书资源。彰化县长卓伯源呼吁大家将手中多余的书捐书给学校，营造整体阅读氛围，打造更优质的阅读环境。那我们在今年呢，乘胜追击哈，我们也在从公务预算呢也提拨了2000万要继续的购书，那这是一个抛砖引玉之举。我们希望呢政府的力量有限，民间的力量无穷，我们发动这个募书的计划，就是大家可以把书捐到学校，我们全县所有的学校呢在上班时间都可以接受大家的募书，那大家把很好的图书呢捐给学校让我们学校的同学还有社区的民众有很好的出版物可以阅读，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让阅读能够丰富每一个人的心灵，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精彩。朱县长也表示，希望借由今天活动的抛砖引玉，带动全县的阅读风气，让想念书的孩子处处可念书，时时可念书。因此彰化县政府每年都投注大量经费在阅读，期望打造彰化县成为一个喜爱阅读的大县。募集活动顺利成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修旧到底来募书活动特别规划由彰化县各国中小学共同发起，结合家长、学校与社区民众的力量，共同提升阅读的氛围，并且加强爱物惜福与资源再利用的观念，培养民众爱护地球、珍惜可用资源，也希望建立好书共享的阅读教育理念，让图书资源重复再利用，打造环保的理念。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